李厚昌老师桃园学友会第四周年庆现在开始。我考你们，我讲什么？他们通能装了。为了更为好，人人了而乐。为了更为假，假的必然跳。大家好，哈。还有我今麦还有一句，为了更为来，人言自然来。确实是浩昌老师的刚才说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对不对？连浩昌老师最大的特色乡土味都全班照收的学起来了。那亚兰班长，我请问你，第一点，为了讲会好，人人拢会乐，是啥意思？为了讲会好，人人拢会乐，你唔知呀？我跟你讲，就是。我们呐、人啊，只要会讲话了，就会每个人都会给我夸奖的，哦，乐了。对，赞美嘛哈。那我要跟你讲，在第两天有个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话如果讲得正，就会得到人疼，对不？对。对，大朋友对不对？对。那要跟你来个拉人。主人哪一个鸡？他的闽南话确实是很好玩哈、哦。对，那人言自然来是什么意思？人言自然来，自然来哦，主人来，对不？主人就是，如果说我们讲话讲得好听呢、我们的人缘就会抢棍，对不？对，我就是说，你讲话讲得好的话。人脸就会破表的意思哈、哦。那浩昌老师的高潮一声啊、很厉害。那在座的同学们，大家都上过老师的课程，有没有注意到在教材里面，除了刚刚亚兰讲的三句话，还有一句闽南话，谁知道了举手？我。再一次好吗？不是，因为他是教授，我记得。那个知道在课本上的哦。在课本上的哦，我要准确哦，要准确啊！来，传个方向来，剪刀石头布了，来剪刀石头布，两样猜拳，来，来竖的上来，哈哈哈哈今天都给来嘛哈，来一下，那一句啊，就想班长啊，来讲一下，为哪工的水，探金那探水，哇！你看老师的先生高亮君那个人，对，那谢谢那个玉祥第九级的第二个班长哈，来，老师拍照，老师拍起来，接起来啊！为哪讲的亲，公司愈开愈大店，那就压抑嘛。为哪讲的亲，公司愈开愈大店，有压抑，还有奖品，哎，有用。